快饿死宝宝了，我搁在这里坐了快大半个多小时了，饿死我了，还不上菜。等的我都困了都。今天我不想烧饭，然后我就来饭店里蹭饭去了。这两天阴的很，我约了后天去拍那个孕妇照，后天天气好像还挺不错的样子，好期待呀。哎呦，赶紧上菜呀，上菜呀，饿死了。我老公又不知道跑哪去，可能跑厨房去了。我最近要控制食量，因为我的那个检查孩子偏大，我怕到时候不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哎。我胃口吃的太好了，我每天反正就因为别的事情就想吃，各种想吃，而且最近还特别喜欢吃蛋糕，那个水果直接是当饭吃的，现在胖的不行了，都好久好久都没有称过重了，不想不敢称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回来了。我觉得就是你得把炮打出来，做谁都打小辫子。没什么。我也有计划，我也比较上网。不上菜吗？啊，应该可以啊。不也不好。算我就不加睡觉了。马甲收肚子，显肚子小。好了，不聊了。